推着复仇者联盟的英雄们进来的火药，集合了蝙蝠侠以及超人的正义联盟呢，也是不甘示弱。不仅仅呢在电影大卖座，连手机都要推出正义联盟的游戏喽。集合了蝙蝠侠、超人、绿灯侠等知名英雄角色的正义联盟，将要在手机平台上推出游戏喽。不论是动漫迷或是喜爱动作游戏的玩家，可不要错过喽。在游戏中，玩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英雄进行游戏，并且进行各式各样的任务。而随着游戏的进展，能够获得新的服装，并且为角色进行客制化的打扮。而除了一开始可以使用的五名英雄之外，其他众多的正义联盟英雄角色会以辅助卡片的方式在游戏中帮助玩家。